兄弟，你做了什么事？我刺伤其中两个人。什么？下一集的绳之以法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们为了自卫，他们突然袭击我们。看中央警署的警员如何迅速确定涉案嫌犯的身份，嫌犯身上可能有武器，要求支援，并将他们绳之以法。警察，绳之以法，7月26号晚上8点，8频道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